你中间是啊，子鱼谢谢，就是三角形这样。对，好，你看一直到这边尖尖的嘛，这边是外比较宽的，好，大概做个四下。好，来这边臀部这边，哎，你要记得哦，把它给举起来哦。如果它举不起来，用我的脚背把它顶起来。对，会痛吗？这样打会痛哦。不是舒服哦，所以他是哪一边痛？右边痛还是左边痛？他等下这边会更痛啊，他两边都痛。好，现在还会痛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比较不会的。然后再来推推看啊，哈，有没有比较可以接受？嗯，好，所以你们大概哈。记得一定要帮他震动，好。老师的手是有规律的，对，对，所以不快，不要快，而且力道要一样。一样，现在是这边哦，好，所以我们不做多，知道吧？